以下落嚟係逢星期一嘅基督教文藝博覽，我哋透過唔同嘅藝術元素帶俾你思考信仰嘅新角度。除此之外，仲有逢星期三嘅信仰講清楚，討論各種有趣嘅信仰話題啊！仲有就係逢星期五嘅生命遠線，藉住多套嘅經典電影，同你分享感動人心嘅故事。一三五真正傳播都有咁多精彩節目，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基督教文艺博览。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内容，欢迎你哋留言同埋分享，更希望你哋可以订阅我哋呢一个频道支持我哋啊！大家好，我系阿 Man 周文志。今日咧，我哋又再去访问一位嘅基督徒嘅艺术家，好高兴咧，我哋有陈国栋老师今日嚟到我哋个当中。让我们对他认识更加多，让我们更加理解一位的视觉艺术的老师到底怎样进入一个艺术圈里面去发展他那个的艺术的创作和教育呢。陈国栋老师，欢迎你。你讲两句。好，我开心有机会接受这个分享。我是陈国栋老师，就是我是任教小学中学的视觉艺术科，亦都係喺教育大學做客席講師，咁就所以對藝術教育咧都充滿熱誠。咁嗱，一般藝術科嘅老師咧就教書啦，係嘛？佢叫老師啊嘛。咁我知道咧，原來你就唔係淨係教書咁簡單嘅，你有好多嘅創作啦，同埋你又去好多嘅展覽啊咁樣嘅嚇。咁我喺度諗啦，你教書就教書啦，你係從邊一個方向裏邊去進入呢個藝術圈嘅咧？你？咁咧可以諗翻起咧，就係喺我年青嘅時候啦。咁啊，同其他年青人一樣，都好喜歡漫畫。喜歡日本漫畫。咁我最欣賞嗰個漫畫家係池上遼一。亦都係以前細個好等住睇電視睇高達。咁啊，而家啲學生都會同我講翻啊高達嘅事情。咁所以咧，相信漫畫都係讓到好多年青人咧進入即係藝術嘅一個門檻。漫畫就是漫畫啦，咁漫畫點樣同藝術拉上關係呢？因為我今日見你啲創作，你唔係畫漫畫嘅喎，點嚟嘅咧？咁咧要講翻起咧，我一次嘅經驗，咁咧我覺得記得喺中午嘅時候咧，就喺一間銅鑼灣嘅書店見到一本外國嘅小説嘅書，咁咧佢嘅封面咧就係有一個人像的繪畫，我嗰時係唔知係邊個藝術家畫的，但係很觸動到我的心靈。我往後兩年開始讀設計啦，就開始認識一些藝術家的名稱，就找得翻啦。原來佢就係鼎鼎大名的梵高。咁好證明一件事咧，就係藝術咧，可能你會因住佢好出名會中意佢，但係如果一個真嘅藝術咧，我相信咧，你唔俾個即係藝術家的名字俾大家知道，他的作品一樣會感動人心。我就有呢個經驗，所以我開始進入咗藝術的領域。除了梵高，仲有乜嘢或者邊一位藝術家是你鍾情的咧？咁我喜歡野獸派的 Matisse， 亦都喜歡Michelangelo。兩者其實咧好截然不同的風格，一個寫實，一個咧就比較表現主義啲，佢好唯美。豪放咁就，但係一兩個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咧，都係咧，就人物嘅造型啦，或者構圖咧，都充滿咗律動感，好有動態。咁呢個咧係好吸引我咧，即係成為咗我往後創作嘅一啲好重要元素。係啊，我都留意到你嗰啲作品咧都好有動感啊！你可以咧喺嗰啲三聯畫、五聯畫裏邊，你都仍然可以連貫到整個畫面嗰個嘅氛圍啊，嗰個嘅嗰個 mood 啊，咁我相信呢啲 artist 咧對你都影響好大。我識你咁耐咧，好似你就除咗畫畫咧，藝術創作咧，你都中意聽下啲古典音樂嘅。咁其實古典音樂對你喺藝術方面有啲咩影響嘅？
咁咧，古典音樂有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咧，就係我自己幾中意啲指揮家嘅，因為咧唔同指揮家演繹同一個作品咧，有唔同嘅效果，好似視覺藝術一樣。大家同一個花嘅題材，好似梵高畫向日葵，哇，佢嗰種生命力同其他就唔同。咁另外咧，有啲指揮家咧，佢嗰種即係嗰個藝術嘅生命嘅歷程，好觸動我。有啲咧係自學嘅，佢係成為咗大師。歷史裏面紀念佢，所以咧有陣時候我覺得每一個人只要對嗰樣有 passion， 都可以真係達到去一個夢想嘅目標。咁指揮家其中即係一位 Hermann Scherchen， 我係好欣賞。另外一位咧就係好有個性嘅，就係咧佢唔錄音嘅，佢唔錄音意味住佢冇錢賺。佢好得意嘅，佢就話咧，如果你要聽我嘅指揮，你就嚟慕尼克。現場聽我，因為他講了一個 point 很重要，就是你在現場聽才聽得到音樂的本質。如果不是你好像吃東西吃罐頭沒有味道，其實藝術也是的，我們都很希望人可以親身來到展覽的地方看真跡。所以這個我又很欣賞這個指揮，這個觀點我覺得認同。那也是很真的，是吧？就是我們做創作家希望有現場感，即現場感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還有一樣補充一點，稍後可能我會再說多一點，就是音樂裡面的意象呢，就是我在繪畫裡面拿的很大的靈感，特別是交響曲的方式。藝術已經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我們身處香港，我們都是面對很多生活的問題啦。你覺得在香港作為一個基督徒藝術家，在這方面你自己的發揮是怎樣的？我想我會覺得我們在香港做藝術家本身都困難。我記得何崇軒博士都說，如果你是基督徒藝術家，你就好像在沙漠一樣更加難行得。所以我覺得不容易，不容易。咁我會相信佢咁去諗，我上帝道成肉身，即係好似基督徒，即係活喺即係真實嘅世界。我哋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處境。我諗喺香港咧，難免咧有即係基督徒嘅創作者咧，都要顧生計嘅。喺我嘅理解係，好現實。係。咁喺信仰嘅創作裏面咧，如果佢能夠顧到生計之後，比較用純粹嘅態度去進行創作。作為奉獻俾上帝、獻祭俾上帝嘅一個祭物，我會覺得佢嘅心態會比較健康。我自己嘅心態都係咁嘅。我自己創作嘅過程咧，就係教書係上帝俾我積帳棚嘅機會。當然我認為教育係本身都係一個貢獻啦。藝術創作我哋少去同金錢掛鈎。在創作的時候的心態就會比較純粹一點點，但是如果你是要變成福音商品，你可能要顧很多經濟的考慮，那不是個個一定能夠在那個圈度可以盡情發揮，我都會覺得有它的困難。但是我會覺得無論你是作為你變成職業或者不是職業，我覺得只要你的心是按真理行，我覺得都可行。很真實的，即係陳老師你都講了香港的基督徒藝術家嗰種嘅困難啦。除了生計啦，不過講嚟講去都是生計。如果你話藝術揾唔到食啦，係咪？即係呢啲好直接的説話啦，就係佢唔能夠養生之餘，如果佢要繼續創作，係嘛？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啲好大的張力。咁啲張力咧就會製造到一種嘅我哋叫遺憾啊，縱然佢係好有嗰個嘅 passion 去做好多嘅創作，甚至佢啲好好嘅意念係嘛啊，但係基於佢唔係有太多嘅資源空間啊去做創作嘅時候咧，咁某程度都係藝壇嘅損失嚟嘅喎。當然係，所以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是、佢好有才華，但係佢顧唔到生計，佢總要糊口。所以咧，我會覺得我覺得攞其平衡就係話，你一定要多多少少要顧少少生活，唔係妥協嘅問題，係嗰個係積帳棚嘛，咁你就可以咧養活到自己咧，
你的藝術生命都可以延長。係啊，咁呢個係我一個嘅想法。嗯，係啦。咁你正話有提過啦，嚇，即係譬如藝術家，如果佢喺嗰個嘅信仰嘅歷程裏邊，佢有一啲嘅貢獻咁樣。啊，咁一提到信仰嗰個部分，啊，我又好想了解一下喎。阿陳老師，你信咗耶穌幾耐咧？都廿幾年嘅啦。哦，廿幾年啦，係啦。啊，信仰點樣影響到你嗰個嘅今時今日藝術嘅發展啊？你嘅職業啊，人生方向啊，咁樣。哦，咁當然係好大啦。咁好簡潔而言咧，就係我中學嘅時期都唔係好讀得書嘅。嚇，咁就信咗主之後咧，咁我都好認真去尋求信仰嘅道理。都聽好多講座啊，喺錄音，我記得佢以前係用錄音帶嘅，聽好多講座咁樣。咁咧就知道咧，上帝咧原來會引領人嘅人生方向。嗯、所以咧，我就去即係跪求上帝去話俾我聽，我咦應該要做咩工作？係，咁我係領受做教書嘅。嗯，咁所以咧，我就按住佢嘅步伐，慢慢去讀翻好啲書啦，入教育學院啦，然後再繼續讀上去啦。嗯，咁就成為咗老師啦。咁呢個就係喺我教育嘅使命裏面，其實都係因住上帝引領我先做老師嘅。嗯啊、上帝又不止引領我去做老師啦，因為我的即以前的專長就是藝術啦。但是我知道呢，如果你有心想去作為服侍，上帝會將它化作恩賜。是，我就很希望這件事是我的恩賜、上帝祝福、將我的這些技能變成恩賜。所以呢、我就好早廿幾年前已經開始畫信仰作品嘅。咁我嗰個第一幅畫係點畫呢？就係、我以前夜校讀插圖學院，咁、就做一個 final project。咁我嗰陣時個信仰都好認真嘅。咁我覺得就係希望定一個主題，就係將我最好嘅嘢奉獻俾上帝。呢個係廿幾年前都係咁諗法，將最好嘅奉獻俾上帝，我就用耶穌生平。就畫佢七幅作品，咁我更加慶幸嗰陣時就攞咗金獎嘅。嗰個老師係本身係基督徒，咁佢對信仰冇偏見，咁佢又覺得我真係認認真真有個原創性，即係唔係話淨係抄畫啦。咁佢都俾咗個認可我啦。但係嗰個唔係關鍵，係最重要咧，就係我將耶穌擺首位。所以嗰陣時已經有一種咁嘅態度。係好。都明白嘅，即係可能喺初信嗰一刻裏邊嗰種，即係被召啊蒙恩嗰種嘅 passion 係好大係嘛？係，我嗰個創意可以好澎湃，因為哇係上帝賜嘅恩典嚟喎，即係你懂得去畫啊，咁啊於是你回饋翻上帝啊，於是你嘅作品咧都帶有好多嘅信仰嘅元素喺裏邊。咁但係去到呢個位，你會唔會覺得喺今時今日喺個藝術圈裏邊，都係會一個好狹窄嘅嗰個嘅內容同埋主題啊？對於一般人睇嘅藝術家嗰個發展嘅路途，會唔會有覺得係有啲嘅限制啊，或者係一啲啊，即係未發揮得咁淋漓盡致咁？有冇啲咁樣嘅諗法咧？你咁可能咧，好多人圍繞住咧一個即係討論嘅地方，就係信仰嘅藝術創作，即係或者基督教藝術創作嗰個性質係點？即係可能有信仰嘅 symbol， 即係象徵符號啦，或者有聖經裡面嘅人物啊形象啦咁樣。但係咧，其實好嘅基督教藝術咧。當然完全是可以有這些成分、但是也可以呢好像、宗教改革時期呢這樣說、就是聖俗不分，其實就是將上帝的恩典、創造之恩滲透了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面、我們最重要就是呢基督徒創作者呢是反映他的世界觀，那意味著什麼呢？就是說我看這件事怎用基督徒信仰的看法，咁因為基督徒創作者好，或者基督徒睇事物都有佢嘅局限，所以其實我哋當我哋創作嘅時候，都係表達緊創作者嘅睇法，好似頭先講自揮家一樣。咁當然，如果佢越貼近聖經嘅原則，佢就越成為我相信啦，會成為流通嘅管子啦。咁但係某程度上仍然係嗰個創作者嘅想法，所以咧其實我哋
基督徒創作應該咩題材都可以，但係咧，當佢演繹裡面嘅內容嘅時候，點展現像上帝嘅真善美咧？其實就都係出自於佢自己本身有呢個想法、動機同埋真誠嘅問題。所以其實基督徒藝術創作唔會好膚淺，亦都唔會好簡單，亦都其實喺嗰個媒介探索可以一樣好創新，因為上帝就係創造嘅神。喺我角度。無論是藝術的長闊高深，或者在真理裏面的真善美啊，這些很重要的要素都可以在藝術，我們基督徒藝術創作裏面出現。是，我非常之同意啊，即係你可以話藝術的本質是要咁樣去求真啊，咁而信仰是影響緊一個基督徒藝術家的生命，而他的生命是點樣流露在個作品裏面，咁呢個係好連貫性嘅必然嘅。咁喺呢個位裏面咧，就我哋正話都講咗有好多嘅難度啦。咁在於你嚟講，一位基督徒嘅藝術家喺呢方面嘅嗰啲嘅，我哋話係掙扎啦、矛盾啦嚇。咁呢啲位裏面你係點樣去平衡啊？你點樣去遙望啊？嗰、那個香港嘅基督徒嘅藝術家嗰個發展會係點樣？我諗當你所創作你的信念和普遍的人都不同的時候，是難免可能會有掙扎的。但呢就我會相信呢就聖經告訴我們我們行窄路，所以呢他很少提我們，就是當我們即持守真道的時候，難免呢就可能跟受逼迫了可能受逼迫了又或者呢跟即大圍的風氣呢可能截然不同，當然會有這種感受。所以呢我剛才會這樣說，就是為什麼會引到古典音樂呢？其實古典音樂家那些指揮家都很孤獨的，即是說原來普通很執著的藝術創作者他們都承受到孤獨，我們即是我們都要學我們要仿效這種即認真，當然即好的執著就可以執著偏執就不好所以呢我覺得有一種認真的態度繼續行，即翻我哋基督徒藝術創作嘅方向，我覺得要學習到真係承受到孤獨。當然呢個唔係淨係停喺呢個位，我哋覺得係藉著我哋即係基督徒藝術家嘅聯繫咧、團契咧、交流咧，好似我哋都會有一啲嘅交流嘅空間，互相去支持啦。咁我哋耐不耐又有一啲嘅講座啦。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基督徒藝術家的評賞計劃，咁就讓到咧一啲香港嘅基督徒藝術家嘅作品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分享到俾學校嘅學生去睇。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就係藉著不同嘅模式，就係話繼續吸取呢方面嘅養分。有啲人去寫下文字藉著一啲分享媒體上嘅分享或者講座上嘅分享去吸取多啲養分，然後我哋互相交流，然後咧希望我哋好期待就係求神加力俾不同嘅創作者有好嘅創作，又會感動人心。係，明嘅明嘅，咁就可以激發到佢哋繼續努力。係啊，非常好啊！咁我相信係啊，陳老師嗱，你一個咁正面同埋一個咁積極嘅一個方向咧。相信在你去跟學生相處的時候呢都能夠可以流露這種這樣的激情，是不是在你的教學生涯裏面，你去怎樣將這個理念呢在你的課堂跟學生之間的相處裏面將這個這樣的理念能夠可以去流露出來呢？我想呢就長話短說，我們你要知道咧，學生咧其實好似你啲家人咁咧，係長時間接觸你。其實啲老師嘅喜怒哀樂咧，佢都看在眼中，睇曬。係。咁我哋其實基督徒要有一種態度，就係你嘅價值觀啦，你嘅即係你嘅對學生嘅態度要有一種貫徹性。係係。當然我哋都可能會有情緒變化，但我哋盡量貫徹我哋一種嘅信念，就係我哋真係想去陪學生行，去幫學生。所以呢當我們做到這一步的時候呢講信仰的題材啦或者鼓勵一些基督徒做基督教的創作呢都其實就比較容易明白明白好非常高興陳老師將你那個藝術理念除了你自己發揮之餘呢又可以帶給一些學生讓他們可以去成全
咁我相信理學生一定係好有福氣嘅。希望係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啊！咁咧就往後第二集裏邊咧，我哋繼續咧就係睇阿陳老師佢嘅作品啊，點樣去流露佢自己嗰個信仰嘅信念啊！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睇過。